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坚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12面，丑三节欠。在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呢，有三种力量是特别的殊胜广大而不可思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的力量。在起心论上说呢，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呢，说是具足无量的性功德。这个具足性功德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它本来具足法身般若解脱三种的功德。广泛来讲，它具足整个诸佛的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那么为什么我们内心有这样的功德我们却表现不出来呢？因为我们内心没有顺从真如，我们无始劫来被劫合成依止攀缘心，所以就把这种功德呢给遮蔽住了。就好像说是一个人口袋里面有一个无价的宝珠，但他不知道拿出来用，结果过着一个乞讨的贫穷的生活。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怎么去启发我们内在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当然本经的方法就是正念真如不断的透过这样的理观去观照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去熄灭我们的攀缘心慢慢的把内在的力量开显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启发我们内在的心灵力量。第二种力量呢，是佛陀的加持力，佛力不可思议。十方诸佛在因地的时候都发过广度众生的本愿，这种本愿的功德是存在整个法界当中的，每一个愿对我们都有救拔的力量。所以我们讲佛力不可思议，这个是指外在的佛力那么第三种力量呢，就是正法的力量佛陀所先说的正法，我们依此这个法来修学，的确能够断恶修善，离苦得乐。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正法，特别指的是楞严咒的正法，广泛来说是五慧的神咒，那么浓缩起来就是后面的那八句的楞严咒行。那么在本经当中呢，这个咒的法它的特色它能够密全真如实相。这句话从两方面来说，什么叫密全真如实相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去忆持楞严神咒的时候，第一个它能够启发我们内在的真如本性的善根，它会把我们内在的心理力量开发出来。所以在起心论上说我们一个人不断的去跟真如本性相应去关照他，或者持咒跟他相应这个人心态不同，他慢慢的厌恶生死的痛苦，心求涅槃的安乐自知己身有真如法，花心修行，他那个菩提的善根就能够华而生起来。我们持楞严咒亦复如此，你每天不断的持楞严咒，你内心当中就会产生变化，慢慢慢慢的就能够潜移默化的趋向于真如本性，远离这种生灭的攀缘心。所以楞严咒向内能够启动我们心灵的力量，
向外呢能够感应十方诸佛的加倍。为什么呢？因为楞严经所诠释的正是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所以我会得到十方诸佛同体法性的加倍。因为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都是平等的一念心性，所以在自他不二的角度之下得到十方诸佛的同体法性的加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持楞严咒啊，向内能够开显我们真主的功德，向外能够感应十方诸佛的加持。这个咒是通内通外的啊。好，那么我们看最后的结欠这一段呢，是佛陀讲的拔断的啊业的因人灭恶身上的功德以后呢，佛陀把这个功德做一个总结。我们看经文。是故如来先示此咒，以未来世保护初学主修行者入三摩地，身心泰然，得大安稳。那么这段是说呢，啊，佛陀先说此咒的一个目的啊，那么主要是在针对他的根基是谁呢？是末法时代的众生。这个未来世指的是末法时代，因为末法时代的特色呢是魔强法弱啊，就是众生的那种外在环境 干扰的诱惑的因缘特别多了，那么正法的力量相对薄弱。那在末法时代特别是谁呢？是一个初学的修行者。初学的指的是大乘的资粮位的菩萨，因为他障身会前啊，他的烦恼障、业障、报障特别多啊，智慧的观照力也特别的浅薄。那么在这种情况，他想要悟入整个三摩地的过程当中呢，他有楞严咒的加持啊，向内能够帮助他开显真主的功德，向外感应十方诸佛的加倍，就使令这个人呢啊，身心泰然，得大安稳。他的身心世界啊，特别的调和畅顺啊，成就广大的安稳快乐，还有保护末法时代的资粮位菩萨的功能啊，这一点是说出了楞严咒的所加倍的根基啊。当然，你一个加行位的菩萨，他有禅定，他的身心世界，那就楞严咒对他来说是。重要性不是那么大的，他那个禅定加行位的人善根强，烦恼轻薄，鬼神根本不敢干扰他。那有禅定，那个鬼神都是在三界，谁敢去干扰他呢？啊，那资粮位就不同了啊，资粮位障碍就很多了啊。那么什么叫做身心泰然得到安稳呢？佛陀就解释了，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焉。恒树样就业承载来向脑害，所以这个人虽然生长在末法时代啊，妖魔鬼怪特别多，但是呢他因为受持楞严神咒呢，这种种种的鬼神障啊，鬼神障是外来的啊，还有他内在的啊，内在的这个过去的烟恒树样啊，烟恒啊就是这烟亲债主啊的干扰所产生的横祸跟种种的灾难，以及他过去所造的这种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来干扰修行人啊，在持楞严咒以后呢，完全能够消灭掉，向外破除鬼神障，向内破除我们的无始的业障，所以他能够身心泰然得大安稳啊。那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实的把这样的力量发挥出来呢？看下一段。如及众生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谈常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身，以此咒心不生疑悔。等一下佛陀讲出的四个方法，说阿难啊，你跟种种的有学之人，有学当然指的三国以下之人，那么在未来世的
这个末法的修行者啊，你一定要记住，你要受持楞严神咒依止四个法。第一个要安立坛场啊，所谓的结坛行道啊，你一定要有一个修行的道场啊。那么每天要礼拜花愿持咒啊，前面都有说的啊，三七行道啊。第二个如法的持戒啊，这个很重要，你持咒的人你起码的四根本众戒要很清净，杀盗淫妄，因为这个是整个修行的根本啊。第三个所受戒主逢清净身，就是你这个受戒的和尚要清净啊，整个结魔法要如法啊，你要能够如法的受戒啊，前面是讲如法持戒，这个如法受戒。第四个是最重要的，以此咒心不生疑悔，你在持咒的时候内心当中要完全的记住真实的信心，100%的信心啊，这个就是你要信心记住。当然这个地方的信心记住应该你要记住理观的，一个人你不能够真实的正念真如通达诸法实相，你对楞严咒肯定会产生疑悔。你说我说力量这么大，我们从外面的事项来看很容易产生疑悔，但是你要是观入真如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其实这种功德是本来具足的，没什么好疑悔的啊。我们看这样子的四法有什么样的功德？是善男子以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变为妄语。那么这个善男子他记住的四个法，那么在现身的父母所生的肉身当中呢，假设他不能够心地开通十方如来变为妄语。这个心地开通有两层意思啊，要这个人善根比较薄弱，烦恼也特别出众，他以理观跟楞严咒来修习呢，他起码能够解悟真如本性，对真如本性产生解悟啊，比方说明智位啊、观恨位啊、相思位的都叫做解悟。如果这个人数世以来善根强、烦恼轻薄，他就能够证悟真如本性，那就是分证即佛了，真正的证入法身的那种功德啊，它有这个解悟跟证悟啊两种的差别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楞严咒的功德啊做总结啊，做它内向内呢启发真如本性的功德，向外感应十方诸佛的加倍。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关键呢，我们在受持楞严咒心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关键就是在不生疑悔这四个字。其实我们在大乘佛法的修学啊，每一个法门都是不可思议。大乘法智者大师说啊，跟小乘最大的差别，大乘法是你只要受持这个法门，不管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都是入一种不思议境。小乘佛法没有不思议境，反正话你思维无常苦空无我，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嘛，那有什么不思议境的？那是现实你都看得到的，生命是变化，生命是痛苦的。但是你念佛念咒，那完全是不思议境。那不思议境的根本在信心，信心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般不容易了解，我们很难了解，所以什么叫做信心记住呢？善导大师解释得很清楚，善导大师说什么叫信心记住呢？就是你对这个法门产生一种顺从，你念念佛的时候顺从本愿，念咒的时候呢顺从真如，你的心要随顺服从，这个就是不生疑悔。顺从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你看禅宗的最有名的公案，当初六祖大师他开悟以后，他有一个因缘去听经，
听经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听法的法师啊，两个人就起争执了，说：“哎，是风动才有幡动。”有些人说不是，是幡先动，说才产生风动。后来六祖大师说啊，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哎，这个是千古的公案。仁者心动，楞严经就讲这个观念，前面花了很多了。你内心不动，宇宙万法不会动的。若是一念不生前体现啊，一念方动乌云遮啊。你心一定动了以后，你整个生命的因缘才会出现。所以他楞严经很强调，你在持楞严咒的时候，你要完全的顺从真，因为真如本身是一念不生的。那你心动，真如是不动，那你怎么去感应楞严咒呢？好，你这个，所以这个顺从本愿也好，顺从真如也好，要紧就是一念不生。你比方说在这个台中莲社的念佛感应见闻录里面讲一个公案，说是在沙鹿啊，沙鹿镇啊，有一个老菩萨，这老菩萨平常很虔诚念佛，那么有一天他做一个梦，梦到他晚上的时候，这整个牙齿全部掉光了。那么在这个梦境里面，这是个大凶啊，大凶的梦境，必有大灾难要降临。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虔诚啊，就赶快事情忙完，就一直在佛堂里面念阿弥陀佛。他也没什么求，因为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灾难，这个灾难是降在他身上，或者降在他的子女身上，也完全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他就完全的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内心当中啊就专注的啊听自己的音声。那么他有一个长子啊，在山上啊烧做那个烧炭的工人，烧木炭。那么早上上工没多久啊，正忙的时候啊，就听到好像有人叫他的名字，阿成啊，阿成啊，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就想说，哎呦，才工作没多久了，叫我去回去干什么呢？他又不管他，继续做。那第二天又没多久，又听到阿成，阿成，赶快回来。那个音声好像他母亲叫他的，他就觉得奇怪了，感觉不做了，收一收就赶快回去了。结果他一离开那个工作的那个工寮啊，离开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啊，那整个工寮就啪垮下来，全部人全部上身，那连救都来不及救了。他回去以后，他妈妈原来在佛堂念佛。那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妈妈那念心啊，完全的顺从弥陀的本愿，那么这个时候启动的佛陀的加持力。大乘佛法他的一个观念是这样，我们要你诸位要知道，你要修言顿止观的人要一个观念，你不管是修你的心力法门智力言顿止观的开显心力开显佛力，大乘佛法的观念就是说，这种功德都是本来具足的。小乘佛法就是说，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要去求你才有。大乘佛法是你正念真如也好，顺从本愿也好，这是本来具足的。你只要做一件事，你只要顺从它就好。弥陀的本愿本来就存在法界当中，但是你要启动它，你必须要有方法。你就是顺从。什么叫抗拒呢？你说：“哎呦，我念这个佛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效果。”你打这个妄想。一念方动乌云遮，就把弥陀的功德遮盖住，那个门，弥陀的功德的门就关起来。所以我们念佛不能感应的问题不在佛陀，就是你自己啊，没有真正的，印光大师说一心归命通身靠头，你没有真实的跟弥陀的本愿整个靠上去。因为他本来就记住的东西，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啊，不生疑悔，顺从本愿，站在一个真如的角度啊，不生疑悔，顺从真如，这个地方很重要啊。
当然有些人说，那我平常什么想都没有，那是不是顺从本愿呢？是不是顺从真如呢？我们要鉴别一下啊，你心中什么都没有想，这个叫做颠倒愚痴。无想跟真念真如是不同，我们真念真如心中也没有想法，但是那是一种智慧的关照。你什么都不想，这个是无记，那是一种愚痴相，那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念不生跟什么都没有想，这是不一样啊。一个是智慧相应，一个是愚痴相应啊。好，那么这个讲到楞严咒的功德啊，有八段。我们看忍山的护法树叶，那么这一颗呢，我们先把这颗的科判呢、啊，把它说明一下。这个科判是很前面的，看196面啊，在196面当中呢，啊，心二啊，佛陀呢重宣佛顶神咒分三段。第一段的阿难述情，第二段如来正说，第三个是护法树叶。啊，佛陀先说楞严咒的功德以后呢，啊，这个护法菩萨，这个护法菩萨指的是金刚藏王菩萨，还有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两种的护法呢，就出来啊，来叙述啊，他要护持楞严神咒的法门，以及受持楞严咒之人。这地方有两段，第一段呢是讲八部众，第二讲菩萨众啊。先看第一个八部众，这个八部呢指的是天龙鬼神等等啊，这是八部，下面都有很清楚的分类。先看第一个啊，说是已以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拜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这一段讲到这个金刚护法，说是已矣啊，是指的是佛陀先说的前面八颗的功德以后，这在法会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百千金刚，这个金刚指的是金刚力士，因为他手持金刚宝杵啊，而为整个佛教的护法尊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呢，是跟随金刚藏王菩萨的身边，而为他的眷属啊，就金刚藏王菩萨旁边的眷属叫金刚力士。那么这些力士呢，在佛前呢就合掌顶礼而白告佛陀说啊，正如佛陀所说的楞严咒的功德啊，我等也应当要诚心的保护如是的发菩提心而修学楞严神咒的这个修行者啊，这个是金刚力士的一个发愿啊。再往下看，尔时梵王并天地士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拜佛言，神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前面是金刚力士，这个地方指的是诸天啊，包括哪些呢？有大梵天王，还有33天的四提梵音，以及四天王天啊，就是东西南北啊，四天王天啊，他是保护第四天的啊，为第四天的大臣。那么这些诸天呢，也在佛前的、啊、顶礼佛足啊，而白佛言说：“神啊，就如果真实有这样的发菩提心而来受持楞严神咒之人呢，我也应当要自心的自诚保护呢，使令这个修行人在一生当中呢，他的心中的愿望呢，都能够所求如愿啊，有这样的一种。”愿力存在啊，所求如愿。再往下看，护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丹拿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频罗耶迦、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念护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鬼神众了啊。
这个有这个药叉，药叉是蛮重的这种鬼啊。这个大将呢，就是他统领很多很多的药叉的兵将啊。还有罗刹，罗刹是女众的鬼啊，女众的鬼，他是女众的鬼中之王啊，统领种种的罗刹。还有腹旦南王，腹旦南就是臭恶鬼啊。鸠盘茶就是厌媚鬼，毗舍遮就是淡精气鬼，频罗就是猪头使者，夜家呢是象鼻使者啊，这两个都是佛教的护法神。乃至于其他的诸大鬼王呢，还有种种的鬼帅，这个鬼帅呢是这个鬼王部下的大将军啊，叫鬼帅啊，他们也都在佛前的合掌顶礼啊，我也要发愿护持这个啊修学楞严神咒之人，使令他能够菩提心的善根呢速得圆满啊。这个是鬼神众所发的愿。再往下看，复有无量日夜天子风师雨师银师雷师并电佛等年岁行观诸心见熟，一一回众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这个地方指的是啊日夜啊日夜的这个天子啊，他们就能够照临天下的哈、啊。这当中有日天子、夜天子，还有风师，他就主管整个风啊，雨师、云师，还有雷公师。乃至于电伯啊，就是闪电的啊，掌管整个闪电的。乃至于年岁行官啊，就是在天上呢，他是属于今年当值的这个主官啊，以及天上的星座的眷属，他们都在会中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也应当保护啊，这个发菩提心受持楞严神咒的人啊。他们只要能够依止如法的道场来修学呢，决定能够远离一切的鬼神障碍而无所畏惧。这个是日夜天子诸心的发愿。看最后一段，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惊奇，并风神王无色界天依如来前同时举手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勇摩誓。这个地方呢，也有无量无边的山神啊，那主管这个山林之神，还有大海之神，还有土地尊神。水陆空行，水当然指的是海神啊，陆就是土地神啊，空中的药叉啊，空中的，乃至于万物的精灵啊，这个精灵就是那个一般都是动物。动物它长时间的吸收日夜的精华呢，它能够做种种的神变啊，能够变化做人，叫做精灵。那么这以下呢是指的是没有身体的啊，风神王啊，众生眼睛看不到，还有无色界的天人，他们也都在佛前啊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也应当要保护这些的发菩提心受持楞严神咒之人啊，使令他们在成就无上菩提的过程当中呢，永远远离魔识的干扰。啊，这个地方是天龙八部啊，诸天鬼神所发的愿力哈、啊。那么这一段的护法夙愿呢，跟前面佛陀讲那个八段的功德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说明一下哈。前面的功德是佛陀亲自先说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不思议境。只要是佛陀先说出来的，那只有为佛以佛方能证实的，我们只有相信啊。前面的八段能面灾难啊，能尽业障，乃至于同佛功德等等啊，前面那八段功德啊，主要是强调你受持楞严咒所开显的你内心当中这种真如的功德。是偏重在启动你的内在的心灵力量来说的，你的真如一启动，自然灭恶生善。那么这一段的护法夙愿所强调的就是说，你受持楞严神咒能够感应到外面的
金刚藏王菩萨以及种种的天龙八部的加持，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感应他力，这个地方有差别啊。前面是感应啊，去启动心力，这段是偏重在启动他力啊。那当然有人说，那真的鬼神有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产生保护修行人的力量呢？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只要一个人一个众生敢在佛前发愿啊，请佛做证明啊，那这个表示两件事，不是在佛像哦，在真佛前面发愿啊，表示第一个他真实有这样的愿力，第二个他真实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愿力跟能力，他才敢在佛陀面前发愿，而佛陀保持默然。他没这个能力，他敢在佛前发愿呢？不太可能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啊，虽然是天龙八部啊，但是这些人的威德不可思议的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的菩萨众。前面所先说的都是啊三界的众生啊，大威德的众生，这个地方的菩萨那是出世的菩萨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弟子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九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行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即以精行乃至善心游戏俱多，我等徒众常当随从，是为此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佛陀先说了八种功德以后呢，有八万四千的那由他啊，那由他是万亿，乃至于恒河沙的寂止，寂止是百亿啊，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数目的金刚藏王菩萨。佛教的菩萨有两类，一个是现慈悲相的啊，你看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都是现慈悲相，第二种是现怒目金刚相的，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金刚藏王菩萨。这些菩萨都是手持金刚宝杵呢，现出怒目金刚之相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也就在佛前呢顶礼佛祖而白佛演说啊，正如我等金刚藏王菩萨之这一类的众生啊，我们呢九成菩提不取涅槃，哎，这句话很重要了。这些菩萨都已经是成就的菩提，而依止大悲愿力啊，倒驾慈航啊，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菩萨，都是从久远劫来已经成就菩提的啊。那么为什么不取涅槃呢？这以下说明他的理由，因为他要恒常的去随顺这个楞严咒啊，来救护末法时代发菩提心修三摩地的这种修行者啊。那么他们就招呼了世尊说啊，如是修心啊，求正定人啊，这个正定，这个正啊，这个地方的正啊不是正确的意思啊，这个正是解释做直接了当啊，我们讲正念真如就是直接了当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直接契入真如的这种修守楞严王三昧之人啊，他们或者是在道场当中，或者在精行处，乃至有时候到这个聚落当中啊有这种游戏啊种种的事情，那么我等徒众应当要随从的去保护这个修行守楞严王三昧啊，受持楞严神咒之人。好，那么应该怎么保护呢？就看第二段啊。众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弃子善人时游行坏，除彼花心要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见熟，一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杵引碎其手，犹如为尘。这个地方说呢，金刚藏王菩萨是怎么去保护这些啊持咒之人呢、啊？
说乃至于这个魔王啊，六翼天的啊，这个最高顶天的波旬，还有大自在天，这个地是在这个大自在天是在色界啊，摩西所罗天王宫里面那个大自在天的天主。那么这两种魔呢，都不能够去干扰、去伤害这个受持能印神咒之人。那么乃至于种种的诸小鬼神啊，啊，对这个修行楞严咒之人呢，要保持十由行之外，除非说这个鬼神呢，他花心要耗药来修习这个禅定，来跟随这个修行三昧之人啊。那么假设这个邪恶的魔王，乃至于这个魔王、魔民、魔女啊，这种种种的鬼神啊，想要去干扰这个发菩提心修持楞严咒之人啊，我以金刚刨除啊，来破灭捣碎他的头啊，犹如微尘。这个地方啊，我一大师有解释啊，就说这个金刚藏王菩萨看起来好像很残忍啊，这个用金刚刨除啊，捣碎其手犹如微尘啊。金刚藏王菩萨是九成菩提不取涅槃，他是已经证得了真如佛性啊。那么真如佛性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举动呢？我为大师解释啊，说这个叫做性恶之法，趁性所起的恶法。我们一念心性有折射恶门，所以我为大师说呢，一折一射一慈一威，皆拔苦故。说这个性恶法门呢，它的善巧啊，一个安住真主人，他乘性所表现的善啊，现出慈悲相；他所现的恶，现出怒目金刚相。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都为了要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而一直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这个叫做性恶法门啊，乘性所显现这个恶法的假象，不是而已啊。恒令此人所作诸愿啊，总而言之，能够使令这个修行者呢，能够满足他心中的愿望，远离一切的干扰。这个地方他还强调啊，他所保护的金刚藏王菩萨是保护这个善乱心的。你看他有时候还跑到村落中去游戏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不是啊，针对三昧的啊，特别是资粮位的菩萨啊。当然，资粮位菩萨魔障特别多了，比方说他有魔障啊，烦恼障啊，他有这个天魔障，有五蕴魔障，有死魔障碍啊，四种魔障啊，所以说他也特别需要去保护啊。过去啊，慧天长老他讲到一个持楞严咒的公案，他说过去在一个丛林的寺庙啊，这个寺庙的旁边啊，是一个道教的道观，两个人两个道场啊，一个是佛教一个是道教，后来因为土地的纠纷啊，两个人就产生很大的烦恼，产生烦恼以后，那个道教的教那个道观里面有几个人啊，就持那个道教的咒，就做法要用这个火啊，要来烧这个佛教的寺庙。那那天中午的时候啊，吃饱饭没多久啊，这个时候佛教的寺庙那个天空就出现一道很奇怪一个红色的天空。那么那个方丈和尚他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对，他就赶快撞钟啊，把所有的大众集合起来到大殿去吃楞严咒。结果迟到快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呢、啊，那个道教的道观的寺庙就起大火了，因为他本来是要咒愿要去烧这个佛教的寺庙，但是他楞严咒一持下去的时候啊，这个咒力我们讲过，第一个它向内启动我们真如本性，
第二个向外去感应诸佛菩萨的加持。正如我为大师说的，真如本性是一切法的根本，哪一个法会去伤害它呢？佛，佛是依谁而起？你怎么会有佛呢？那依真如而起，你依真如而起怎么可以去伤害真如呢？佛可以去伤害自己吗？不可能嘛，所以也不可能去伤害自己。所以当我们去安住真如的时候，为什么所有东西不能干扰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回到一切法的根本。为什么有魔王？那是因为他有真如本性才有魔王。你没有真如本性，你有魔王啊？魔王怎么可能去干扰魔王呢？魔王是依根本的，依真如而起的，他没办法干扰真如本性。所以你看，我们只要我们正念真如，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回到的一切法的根本。这是藕益大师的思想。说为什么持楞严咒，火不能烧你，水不能淹你，一切鬼神不能障碍你？因为你回到一切法的根本，诸法再怎么邪恶，他不能伤害他自己的根本，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是这样子。我们先不管外在的加持力，所以你顺从真如啊，那你就回到一切法的根本，是这个意思。那佛陀花了很多的篇幅啊，来解释楞严咒的功德。那当然这一段持楞严咒也等于是整个楞严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修持法门啊，很重要的修持法门。好，到这个地方讲到是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啊，讲到修行的方法全部讲完啊。我们看下一段，以三名正住行所成福断言三德位。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修行的位次啊，这个正指的是正恨啊，当然本经的正恨就是首念王沙妹啊，正念真如啊，我们讲反闻闻自性或者反见见自性，在六根当中呢升起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力量啊，叫做正恨。本经的祝恨呢是啊清净的持戒跟受持楞严神咒两个法门叫祝恨。那么正住合行呢会产生福断，福就是调伏，断是断除啊，调伏断除啊五住的烦恼，严正法身般若解脱啊，三德密藏就是调伏外在的烦恼啊，那么正得我们众生本具的三德密藏啊。这当中有三段，一申请，二赞许，三正说啊。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啊，再来讲。